这两天我接到很多的新住民的朋友传来的信息哈，很多就是为我打气，为我打抱不平啊，来自越南啊、印尼、泰国，还有我们大陆的新住民，还有更多的关心新住民的台湾朋友啊，都来这边跟我说安慰啊，我今天就跟大家说一声非常的谢谢啊。在捍卫新住民的权益族群的这个和谐的这条路上，我不是一个人，不是孤单的哈。我也感谢我们的民众党的党团啊，所有的成员，还有我们的委员啊，今天都大力的支持出席今天的记者会，对我很大大的鼓励哈。